一局下上场大谷翔平手打席没再客气。一瞧就是全垒打，勇士王牌左投 Max Fried 一记曲球被逮到，开局直接痛失两分，但道奇现在才刚开火。On 2-2 Otani pokes one the other way, pass to diving Riley。三局下强烈滚地球顺利登上一垒，接下来可说是安打连发。Otani cracks his bat on a flare to center field for his third hit。但你以为大谷翔平这样就结束了吗？ Home to Otani smashes a drive center field, Shohei Ohtani, Wigan, 464-foot home run, the fourth hit of the day. 换了后援投手，还是躲不过超大号阳春炮。大谷翔平本季第10轰，而且飞行距离达到464英尺，相当141公尺，创下本季个人最远一球。怪力惊呆媒体和队友，因为当时逆风之下，居然还敲出反方向超深远红不让。まあ、振るボール自体が、まあ、振るべきボールを振れてるかなっていうのが、まあ、いいところかなと思いますし、まあ、あの方向にしっかり距離が出るっていうのは、状態がいい証拠かなと思います。尽管大谷超谦虚说自己没在意打击的成绩，但现在累积第10轰，在大联盟和前队友神尊并列全垒打王。TVBS 新闻都不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